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，有是非的地方就有江湖。也许人的本身就是江湖，天雨路滑，人心复杂，身处于江湖的你我，要么会遇到无恶不作的奸人，要么会遇到诡计多端的小人，而很少遇到言行一致的真君子。在这年头，真君子少之又少，奸人和小人随处可见，有可能你所信任的同事朋友就是那个坑你骗你害你的小人。所谓楚客莫言山是险，是人心更险如山，千万不要觉得山川河流很危险，也许比山川河流更危机的是这个世道的人心。在职场中遇到小人，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硬碰硬，这不是明智的做法，硬碰硬到最后吃亏的只是瓷器而不是破砖瓦。遇到小人，最高水平的处事方式，主动给他这三样东西。听国学故事，知传统文化。大家好，欢迎订阅一季说。神秘感，当别人对你摸不透看不透时，他们会对你心生敬畏，因为他们不了解你，也不敢轻举妄动，怕得罪不该得罪的人。这种神秘感确实可以带来某些优势和影响力，维持神秘感可以增加个人的影响力和威望。当一个人的行动和意图不易被他人把握时，他人会更加关注和重视他的行为，这种不确定性会激发他人思考和探索，进而形成一种对这个人的尊重和敬畏。人们不敢轻易对他行事，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能力。这种神秘感使这个人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和影响力，能够在群体中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。保持神秘感可以防止他人的觊觎和攻击，当别人无法摸清你的底细和意图时，他们会变得谨慎对待，不轻易对你发起攻击。他们害怕得罪一个具有神秘感的人，因为不清楚你的真实实力和后台关系。这种不确定性使他们更倾向于保持距离，以防止可能的负面后果。通过保持神秘感，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将领叫做诸葛亮。诸葛亮是刘备的重要谋士和军事顾问，被誉为卧龙先生。他以聪明才智和高超智谋为人称道，但他也非常擅长保持神秘感，让人难以洞察其真实意图和计划。诸葛亮在刘备的统一南方北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他善于制定战略和策略，常常出奇制胜，使敌人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敬畏和尊重。这得益于他有时故意蒙混事实，保持自己的计划和意图的神秘性。他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深不可测，让人难以捉摸。诸葛亮的神秘感让他在与敌人交锋时取得了很大的优势。他善于利用对手的不确定性，让敌人陷入迷惑和恐惧中。通过保持神秘感，他成功地制造了许多战术和策略上的意外，为刘备取得了重大胜利。诸葛亮的例子说明了保持神秘感在战略和领导力中的重要性。他聪明地利用了这种神秘感，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优势和影响力。虽然神秘感可以带来一定的好处，但也需要注意平衡，以免过于神秘化而影响与他人的信任和合作。神秘感使人们对你产生敬畏和尊重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，怕得罪不该得罪的人。通过保持神秘感，你可以增加个人的影响力和威望，防止他人的觊觎和攻击。然而需要注意平衡，以免过度神秘化而影响与他人的信任和合作。诸葛亮的例子展示了保持神秘感在领导和战略中的重要性。拉扯策略，在为人处事时应当采取一种灵活的策略，即推拖拉。这个策略类似于打太极，就是在面对各种情况时，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动，是刚柔并济。推拖拉即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对方的态度采取不同的回应。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采取柔和的态度，以顺应对方的需求和期望。这种柔和的态度可以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，化解冲突，促进团结和合作。柔和的方式可以给予对方更多的尊重和体谅，使双方都能够达到更好的结果。然而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可能需要采取更加坚决和有力的行动，以确保自己的权益和目标得到保障。这时候就需要借力打力，采取果断的决策和行动。这种果断的态度可以展示我们的决心和能力，让对方知道我们不会让步，必要时会采取适当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一个典型的古代人物贾诩展现了推拖拉策略的精髓。作为曹操的谋士，贾诩善于利用智谋与时事周旋，他在与他人交往中常常选择保持神秘和低调的形象，让人难以了解他的真实意图。这种神秘感使他成为曹操心腹之一，也让他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立场。
在与曹操和其他官员的处理中，贾诩常常采取柔和的态度，运用言辞和辩论的技巧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。他善于使用谄媚、劝说和诱导等手段，与他人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关系，获取信息并保护自己的地位和权益。然而，贾诩也明白在某些时刻需要果断行动，当曹操对待他人不公正或存在威胁时，他会毅然站出来，坚决捍卫自己和他人的利益。贾诩在关键时刻向曹操提出忠告，并提供有益的建议，以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利益。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，推拖拉策略并不是一味的妥协或迎合他人的态度，也不是一味的强硬或拒绝合作，它是一种灵活的心态和行为，根据情况的需要，在柔和与坚决之间找到平衡，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维护自己的利益。在为人处事中，我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柔和或果断的回应方式，以平衡不同的需求和利益。通过恰当运用推拖拉策略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，获得合作与支持，达成个人和集体的目标。不按套路出牌。在江湖中，老师傅代表那些按照传统套路行事、顺从规则的老油条们，而乱拳之人则指的是那些不拘于规则、不按照常规思维出牌的人。按照常规套路行事，普通人很难击败狡猾的对手，因为对手深谙人性，熟悉常规套路。唯有不按照正常套路出牌，打乱对方的节奏，对方才会重新审视你。在实际生活中，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策略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有时使用传统的方法可能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，因为这些方法可能被他人预料到或习以为常。因此，为了使自己脱颖而出，摆脱平凡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独特的方式去解决问题，不拘于传统套路的束缚。假设有两名候选人，小明和小李，他们正在争夺同一个工作职位。小明是一个传统型的应聘者，按照常规的套路准备简历、参加面试，并且回答问题时遵循标准答案。小李则采取了不按套路出牌的策略。小李在应聘过程中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突出自己，他并没有死板地按照传统简历的格式来设计，而是以图表和图像的形式展示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成就。在面试中，小李并不僵硬地回答问题，而是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个人经验来回应面试官的提问。他还主动提供了一份创新的方案，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和对工作的热情。这样的策略让小李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，他打破了常规，通过不同寻常的方式吸引了面试官的注意力，并且给面试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最终，他成功地获得了工作职位。这个例子说明了不按套路出牌的策略在求职中的重要性。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，传统方法可能会使个人沉没在众多竞争者中，通过采取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特点和能力，人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和机会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不按套路出牌就是万能的。在不同的情况下，不同的策略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在某些正规的行业或职位中，传统的方法和套路可能更受欢迎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和目标来灵活地运用不同的策略。此外，在使用不按套路出牌的策略时，我们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和适度。不按套路出牌并不意味着违反道德和规则，我们需要在创新和突破常规的同时，尊重他人的权益和合法利益。不按套路出牌的策略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。通过突破常规，采取创新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特点和能力，人们可以在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。然而，我们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目标来灵活运用不同的策略，并保持适度和合法性，以实现个人和职业的成功。感谢您阅读、赞赏与分享本文，感恩您点点订阅。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，请积极参与留言，与大家一起分享。